这棵 EQ 蝴蝶兰之前不是长了一个高芽吗？已经长了很多根了。今天打算把这高芽摘下来。它的这个高芽是上一个花期结束的时候自己长的。EQ 蝴蝶兰是原生种，这个品种是属于比较容易长高芽的品种。我现在是夏季，这个高芽应该是上一个秋季长的吧。 过冬的时候呢，这个高芽的叶片出现了一些状况，三片叶子黄掉了两片，是说当时的三片叶子还剩下一片，这个叶片也不太好。是大概冬末春初，也就是气温回升之后，又新长了两片，啊，那两片叶子还行。它的根儿的状况都还行，冬季叶片出问题的那会儿已经有根了。 但是那个根儿还行，没出问题。我现在就准备摘高芽了，先把两片干黄掉的叶子摘掉。这一片不太好的叶子，我想了一下，也还是提前摘掉吧。这个高羊马上就要被摘下来，独立生活了。我在想，这个病殃殃的叶片对它或许是个负担吧，所以提前摘掉干黄掉的叶片。 倒是不会有什么影响了，呃，但是也还是摘了吧，影响美观。高芽在没有被摘下来之前，因为有一条花梗跟母株相连，它的主要的养分呢，也是由母株来提供的。虽然它自己也有叶片，也有根，也可以适当的自己吸收一部分，制造一部分，但毕竟还是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外援。摘下来之后呢？ 就要完全的自立了，这也就意味着高芽摘下来之后，高芽的根儿的任务是很重的，需要承担起几乎全部的吸收任务。当然，叶片也能帮一点小忙。另外，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：高芽的根儿从出生起就是生活在空气当中的，它会很适应这种。 比较透气的环境，所以呢，摘下来之后，根儿的任务本来就已经突然变得很重了。如果再把它的环境突然变得让它不那么喜欢，就是跟之前差别特别大，那它有可能一下子适应不过来，结果就是有可能烂根。所以，高芽摘下来之后，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些情况。 尽可能的让他感觉变化小一些，才能更好的适应独立的生活。我正在这儿费劲儿的企图掰断这个老花梗，不是因为我没有剪子，或者说我懒得去拿一个剪子，是最近我发现花梗可以掰断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避免交叉感染，就是可以很好的避免，比方说剪子。 把这一颗的病菌带到另外一颗，最近有好多颗蝴蝶兰花谢之后的老花梗，我都是掰断的。那些还挺好掰的，挺脆，一掰就断。这颗可能是时间长了吧，感觉还挺硬的，所以稍微费了点儿劲儿才把它掰断。从掰断的这一刻起，这个高芽就没有母株的供给了。 它需要自力更生了。前面我们已经说了，它摘下来之后所面临的情况。根据这些情况呢，我觉得最好的移栽方式就是水培，或者是近似于水培的方式。原因是这样，水培呢根可以直接接触到水，所以根儿吸收水分会比较容易一些。 即便是这些根儿的工作能力不是特别好，那么它直接接触到水，对吸收水分来说也已经是最容易的了。在这种最容易的吸收水分的方式之下，它应该能够吸收到足够用的水分。如果这种方式它都吸收不到足够的水分，那其他的方式就更不够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这种方式它都能够。 让自己缺水干死的话，那基本上它就是很难活吧。以我以往的移栽经验来说，这种方式移栽的幼苗倒是没有被干死的，也没有烂根的。因为这种方式在能够让它吸收到足够水分的同时，还能够保证非常的透气，根所处的环境和没有摘下来之前差的不多。 我之前也曾经有试过摘下来的高芽，直接用树皮火料，或者直接用桃粒儿，比较下来还是先水培的这种方式，成活率更高一些，几乎百分之百。摘下来的高芽直接种到纸料里，我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日后有可能烂根，因为苗非常小，一旦烂根的话呢？ 就很有可能整个苗就保不住了。即便有一些勉强活下来了，也会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生长特别特别的缓慢。这个倒也不难理解，因为苗很小，就是它的叶子很小，根也不是很多。一旦根烂掉，对整个植株来讲，就只剩下那些小小的叶片所存储的养分了。从这么一点点养分， 想要恢复过来，自然不会很快，所以我们需要尽量避免摘下来的高芽出现烂根。也所以，经过尝试对比之后，我现在摘高芽通常都是先水培，先用水培的方式让它学会独立生存，然后再考虑是继续水培呢，还是给它换一个方式。 当它能够适应独立生存之后，再给它换成比如说树皮混料，就容易的多了，比刚一摘下来就放到树皮混料里要容易非常非常多。给刚摘下来的蝴蝶兰高芽做水培，与平常我们说的给成年株的蝴蝶兰的水培可以稍微有点不同，主要的不同是我们可以给它换水换的更频繁一些。 也可以说是干湿循环更频繁一些。刚摘下来最初几天，最好是每天泡水，然后每天干根。比如每天花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让它全部的根泡在水里，然后把水倒掉，让它干着。这样做一方面是可以锻炼它的吸收能力，因为有水的时候它需要赶紧吸。 待会儿就可能没水了。这种干湿循环的刺激会让它更积极的去吸收水分、存储水分。如果空气过于干燥，在没有水的那个时间段之内，也可以适当的喷一些水。就我自己的观察来说，在我的环境当中，二十几个小时没有给它水，它完全可以没有出过什么状况。 每天一个干湿循环，毕竟有点麻烦，所以差不多做最初的一周就行，后面可以适当延长这个循环，最终呢，逐渐过渡到和正常的成年株的水培的节奏一样就可以了。最初一周给它做频繁的干湿交替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它的根。 融入在空气当中，和之前没有摘下来的时候是一样的嘛？这样它肯定是更容易适应这个环境，也就不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烂根了。最后再说一点，在摘下来第一天，它的那个花梗，就是之前那个老花梗上不是有一个伤口吗？那个位置最好不接触水。关于这一点有两方面的考虑：一方面，因为那是个伤口嘛，防止。 病菌从那儿进入，所以尽快让那个伤口风干。第二是让根尽快适应独立工作这件事儿。那个花梗如果插到水里，我相信它还会有吸收水分的功能。它吸收的水分肯定是给这个小苗的，但长期来讲，我们是希望这个小苗尽快断掉从花梗那儿接收养分、水分的这个。 功能变成依靠它自己的根去吸收，所以就这棵来说，我是让那个花梗卡在杯沿上，在外面过了一天，然后才把它收到杯子里面的。E Q 的这个高沿摘下来，第一步就完成了。一个月左右之后，我再看看，有可能把它换到树皮混料里面。 我说再看看，主要是看看它独立生存的能力。如果已经开始有新的生长，那么就说明它可以自己生存了。这个时候再给它做一个二次移栽，就容易多了。今天这个摘高芽的视频到这儿就完成了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